在小资的做便当可以吧。抓了一只鹦鹉，但老板应该不会跟他收钱了。
个0.4654的重量。这边有提供一些工具，你可以自己在这里杀鱼，这样内脏要丢掉就不用带回家。
可是渔场年轻人开始在增加，跟我去年刚开始来的时候跟现在的状况，年轻人比例增加不少。在这里有时候你可以捞到一些比较贵的鱼，但是价格跟市售就会低一点。我说市售是指菜市场啊、渔港这样子。